本源是啥？是是，那个是很重要。但是不要，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放弃自己。放弃自己？嗯，停止学习就是放弃自己。太可怕了。就其实就是这样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放弃过吗？没有。从头到尾没放弃过。没有。我学习都来得及了，我还放弃？是吧？你说人生也不过就这几十年。是啊。那学都来不及了，还你别一直加了，我的六无边还是有限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你的吗？你看到时候人家看我的专门在前头打。对对对。这个在线上。安全，安全。那是是。我得学你啊。就是得学习。就是得学习。就是得学习。前儿，常常跟我下头耳门声讲这件事，讲着讲着他们就麻木了。我觉得分派一些事情让他们学习。分派人呀、啊？比方说，你种玫瑰，你种青菜，对，你弹琴，你从头开始都可以。但是得分派，让他们从这些里头去学习到一些学习的快乐、收成的快乐、成就感。那种心灵的快乐，无法比啊！是，那但是就是得，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第一步。是。你能不能跨出去？你每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你就起来，拿着锄头就往外走了。你啊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是这样。我每天五点在脸书上说早，每天早上五点。每天啊，每天八小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是不是你这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这下午起的，你这得看人家。没事没事，我这老皮儿不怕烫的，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老皮儿不怕烫，就是得学习，就是得一直学习。这真的是智慧啊！那你对于那个人生没有方向，那在原地要走不走的那儿，你怎么给他鞭策？哪鞭呀？哪鞭子？反正我现在给你二十分。我他挨不少。就是拿鞭子是吧？就鞭，刚开始你必须鞭，你不鞭不行。这些都编出来的。哎，我谢谢，特别谢谢你啊！你要没有你当年编人，现在还不好用。那是，我现在就是我编过了都给别人用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编过的偶尔得拿回来自己用用。没有，这啥事？看缘分，看缘分。心里有你。看着，对，心里肯定有我，身上的也有鞭的烙印的，还不止心里了。老师，你现在都爱的教育了吗？办不到。现在不太可能。也现在也不烧图。懒得说。对，现在也不是说爱的教育了，现在就是说，现在叫无为而为。所谓爱的教育呢，那是你们自己欺骗自己。如果你真正懂什么叫爱，那就不会渗出什么叫爱的教育不能责罚这件事情。什么叫做自由发展？人家自由发展得看土地大小。你们土地就那么小，人就这么多，还得自由发展，你还不讲究本质，不讲究着重，你还要他自由。所以到最后每一个你看四方形上头每一个，你是又黄又无际，是的，跟浮萍一样，轻飘细飘。这儿流行哪儿我就飘那儿，那儿流行宗教就飘这儿，这流行舞蹈就飘这儿，这流行我跟你吵架就